张。罗马书第九章。从第21节来看。21节开始谈，9章21节，等到咱们开始来了。一、二，摇匠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块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他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，宽容那可怒并被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又有什么不可能？就像神在和地下树上说的，那本来不是我自己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你们生子的儿子。好，感谢主的怜悯。比目为今天所查考的好消息，宣教会的错误。亲爱的圣殿父，救主耶稣，我相信你爱我们这个小区。这一次就去现场，使我们看到什么是真道，什么是假道。就我们在实践中间经历，就我们看见这些传假道的无所无处不在，他们传讲这些假道就要迷惑一群人，魔鬼借着一些人传讲那些似而又非的道理，就是要把那些个灵魂掳到地狱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他借着传假道使更多人的灵魂受迷惑。然而是你的羊必听你的声音，你的羊不跟生人走，你今天必要分别你的羊，你要在山羊和绵羊中间实行审判。今天是你的羊就听你的声音，不是你的羊也不会听你的声音的，因为是你的羊必要跟你走，不是你的羊必不跟你走。谢谢天父，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照着你的旨意带领下我这一点的时间，求你亲自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识别这些个传假道的人，他们传的假道错在哪里，就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，使我们有警醒的灵，能够与一次交付圣主的真道竭力争辩，与这些传假道的人进行征战。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，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。好，感谢神的恩典。上一堂课我们交通了好消息宣教会的错误，我讲到第一课，他讲到的是基督徒要顺从魔鬼，就是顺从神，就是神管他，是这样吗？这主权都跑人手里，我顺从谁就属谁，我不顺从谁就不属谁。主权在谁手里？在谁手里？这里边说，第21节，21节啊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他有主权可以交拿出一团泥做成贵重的器皿，主权在谁手里？在谁手里？但这在谁手里的？在人手里。有分辨吗？有。这个是什么？我顺从谁我就属谁，也就是他那意思说，我想上谁肚子里，我谁就是我妈，对不对？我想让谁生出我就上谁肚子，叫他给我生出他就是我妈，对吧？你姓谁，生在谁家里是你说了算，是神说了算，神说了算，你的动作气息所有都在你他里，
对不对？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掌控的。那么他拿一团泥，一块泥，可以做成贵重的，也可以做成卑贱的。所以这是到预定的问题。这样讲就把预定给推翻了。这样讲是对整个道的一种歪曲，是不是歪曲啊？在下面听的人，除非那些没有生命的人，只要你有生命的人在下面一听就听出来，这心里他不容让啊。你心里只要住圣灵，他不容让这个道进来，一直的圣灵一直往外滴的，这叫圣灵和情欲怎样相争？他是往外滴的，勿要抵挡仇敌，这假道不能进到你心。道就是神，假道进来就是说明今天把你的真道给你弄出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段经文就直接的告诉姚家，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出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谁做成的？神做成的，不是你，不是我想要。我是属神，我想要跟从魔鬼，就属魔鬼；我想跟从神，就属神。不是这样，就是圣经说，属魔鬼的人从起头一定属魔鬼。那么决定你今天向上天堂下地狱，决定将来你的命运就在这个地方。你从起头是属谁的？决定你的命运，决定你上天堂下地狱，决定你是上流放火无眼还是上天堂。决定在神的手里，就是起头你是谁？上帝，你是谁生的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你从起头是在哪里？在基督里，那么你就被拣选了。你从起头就不在基督，就属魔鬼的。你怎么变化，也是属魔鬼的，对不对？怎么给你讲，你都不会明白。把水磨破了，你也不会明白。那个从起头就属神，一讲不行。一讲就行，是不是、啊？这涉及到预定的问题，是不是、啊？神预定一批人荣耀，又预定一批人遭毁灭，是不是、啊？这是圣经的话，咱不能把它推翻的话。是神预定，神为什么预定？神早就知道谁是他，对不对？你跟他有关系，你从起头就属他，就在他里头啊。所以他知道你是属他的，因此今天拣选了你，这不很正常？如果把这个预定的给抛弃了，是不是啊？得救于灭亡不是，属神的和属鬼的都是预定的，和属鬼的。泥中间拿出一块做成什么呀？这就显明神的主权，主权在神手里，对不对？主权在神手里，神知道谁是他的儿女，他就拣选出来，不是他的儿女他不拣选，他就叫他预定灭亡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就用这个泥啊，他是做个比，是不是？比喻的目的是要叫你知道，今天我们能得救，早早就属神，不是中途属神。从没造世界以前，我们就存在在基督。听明白没有？你今天能够得救，绝非偶然。你今天能够听见这一道，也绝非偶然。因为你是属神的羊，神就要把它领到他自己面前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因为你从起头就属神，所以神就认识这个从起头就属神的人。所以他在
欢的前女友，属神的和属鬼的都是神的预定，对不对？记住了没？可不能那么讲，那么讲的，我从来没像他那么讲过。你这些讲到一旦人拿着经文读一下，他全读圣经了。通过他这么讲到，就知道他没全读圣经。他读圣经是，马马虎虎的翻几遍，看完了我读一遍了。再上教程翻几遍，我又读一遍了。我再翻几遍，又读一遍了。他把翻一页当读一遍，所以读几百遍，是不是啊？明显他没读圣经，就是明显他没读。他向咱们是夸口，他对那些人也不用读几百遍，这真羡慕啊！但他对我们来说，胡说八道，是胡说八道。他压根儿就没有读圣经，你说读圣经，这难道这经文他没看见吗？但他开始看见，却不晓得。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，因为上帝不把这话显明给他，因此他看见这话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能看懂呢？凡是预定我们都能看懂。我们这经文是建立在预定的基础上，还是建立在我身上？预定。我也想要，你看这是明显一个对立的。我也想要成为魔鬼的儿女，顺从他就成魔鬼的儿女，就属魔鬼的。我也想成为神的儿女，我顺从神就成为神的儿女，看到吗？是你因为你是先是神的儿女才能顺从神，听懂了这句话？是因为那些人是先是魔鬼的儿女，所顺从魔鬼，听明白这句话？我顺从神是因为我从起头就是属神的，所以我才能顺从神。我不是我起头属魔鬼，最后我顺从神，这变成人本主义。我怎么听明白这句话？听明白，后面有点难，听明白，听明白，说一遍来。是因为我是属谁的？能顺服谁？是因为那些人属谁？所以他们属谁？这样就对了。是因为我是属神的，所以我能来信耶稣。是因为那些人不属神，所以他不能来信耶稣。对，这么耶稣讲话吗？怎么讲的？把这隔上好，咱先把这隔上。约翰福音，第10章第27节。咱们可以看这经文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属谁的听你的话，因为你是我的，所以听我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听主的声音，所以是主的。不能这么证明，怎么证明呢？因为我是主的人，所以听主的声音。不是说因为我听主的声音，所以我是主的人，因为我是主的人，所以因此听主的声音。对，记住这句话啊，记不记住？对，这是。不然的话就弄成这样，就弄成这叫人本主义，这不叫信主之法，对不对？这叫人本主义。我顺服魔鬼，所以我今天我是属魔鬼属神的，我说了算，是我想上老王家，所以我才能在老王家出生的，是我想上老李家，所以我在老李家出生。这叫什么？人本主义。是上帝预先的定准你要从老王家，就把你预先定准了，所以你从老王就出生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上帝拿一团泥，本身就想把你做成贵重器皿，所以你是贵重器皿。主权在神手里，这个清楚了吗？对，所以很难就有人，所以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想是做魔鬼的儿女，我顺从他，我不就是魔鬼的儿女？我想顺从神，这个脑袋瓜子，这脑袋瓜子笨到什么程度了？说笨呐！笨不笨？正如罗马书第二章，蠢笨人的是不是蠢呐、啊？蠢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决定一切，这叫我命由主不由天。我想要成为贵重器皿，所以我就做贵重器皿，我就顺服神，就做贵重器皿。我想做卑贱器皿，我就顺服鬼，我就做卑贱器皿。你看不看？你看到没？问题出没出来？问题就出来。所以在下面听到的人，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在那听呢？
稀里糊涂，稀里糊涂，人家就拿那个吹的什么呢？玫瑰药，就是这次你就问他，你好好听着，看着说，你们讲的我从前都讲过，你看他这么说的，从前这么讲过了，从前的人都在那里错误，从前这么讲，那这还这样讲到吗？啊？从前都讲过了，还能这么讲到吗？基督徒顺从魔鬼，看哪点的话，你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是不是错解那段经文的？罗马书第六章一问章三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这不是说你顺从鬼就做，就属鬼的。基督徒他顺从肉体，顺从这个肉体顺从罪，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他的灵魂顺从了圣灵。以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主是这么说的，啊，顺从谁就做谁的，那是指基督徒说的，不是指非基督徒。你顺从谁，就是我顺从肉体，不就做罪的奴仆啊？那么我这个灵能顺从罪的，我这灵不犯罪的，从神生的不犯罪，对不对？我顺从了圣灵，顺从了义就做义的奴仆，就做神的奴仆。我肉体顺服了罪，就做罪的奴仆，以至于死。这是这么讲的，他是怎么讲的？我顺从魔鬼就做魔鬼奴仆，就一个人，你顺从魔鬼做，就是魔鬼的，属魔鬼的，顺从神就属神。这么讲错不错？我们从起初在基督里被得到这个使命，起头就已经被淘汰，所以因此呢，这就涉及到属神的和属鬼的都是属。现在开始，你就记住这句话：属神的和属鬼的都是神，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都是神，好不好？好。贵重的器皿就是贵重的器皿，卑贱的器皿就是卑贱的器皿。起初造的时候就这么给他造的，是，不是他最后变的？听明白吗？我先看，27节，一、二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这句话就已经够了，说不说明今天我是主的羊才能听主的声音呢？是，你看，你不是你能听主的声音，因为你是主的羊，所以你能听主的声音。不是你能听主的声音，所以你是主的羊，不是这么倒过来证明，是因为你是主的羊才能听主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因为我听主声音了。所以我是说，都这么证明，好不好？都这么证明就坏了。也就是说，我说了算了，我听主声音我就属的，我听鬼的声音我就鬼的，这决定我是鬼和属神的，这谁说了算？我说了算了。我想成鬼，跟鬼走，我就听他的话；我想属神的，我就听神的话，就跟神走，不是吗？错没错？错的，这完全是错的。所以有许多人，他这个。用理性，用思维，用逻辑，用自己的想法，他都没除掉，他叫你除掉想法，他叫你除掉正确的想法，他叫你接受错误的想法，这想法是错误的。错的道理。他把那个我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因为你为什么会顺从谁？你这个肉体本身就是从罪生的，顺从谁？顺从罪。你的心灵本身是从神生的，顺从谁？顺从神，是不是？顺从神做谁的奴仆？这个肉体顺从谁？顺从罪，做谁的奴仆？罪的奴仆。因为他是属谁的？他为什么能顺从义？因为他是属神的，所以他顺从义。他为什么能顺从罪？因为他是属罪，卖给罪的，他不顺从罪怎么样？听明白啊？这个信仰就是正确，谁用什么方法也不能证明。
什么也不能叫你半点，因为你性格怎么样。比如说他飘逸出国，比如说他那些个多少叫多少个红红的，多成功也没有，假的，450个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450什么先知？那么一个你能胜过450个？不在乎多，不在乎少，看看谁与你同在，那个得胜者与你同在，你就是得胜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归圣经，叫圣经在说明这件事。他不不让说吗？他是配对，圣经根本不是配对，他是有很多经文来证明这一段经文，对不对？他这讲是根本没有道理，从哪里能出来这话？从哪里来？这些经文不稳固啊！我一会儿想顺从神，我跑神经院；我一会儿想顺从鬼，我就跑鬼经院。来一会儿跑，对不对？又跑鬼门，又跑神经院，又跑鬼经院，又跑什么？想顺服谁，我就顺服谁；想顺服我，想成为谁，我就顺服谁。完了，我想看这个情况，这个事情查吧。我的羊，听你首先是谁的羊啊？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是不是你是主的羊啊？是。你为什么听主的声音？不是我要问别人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听主的声音？这因为是神的道，先是建立在我是主的道，所以我才能听主的声音。你为什么听主的声音？你必须不是你不能说我为什么是主的道，你应当说我为什么会听主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主的道，所以我能听主的声音。因为主的道是因。是不是听主声音是果，不是听主声音是因？听明白吗？你早就是主的羊了，所以今天你才能听主的声音。这就决定，就决定了，就确定了你为什么能听主声音。这个听主声音是确定，是建立在你是主的羊的声音。所以不是你是主的羊建立在，是不是主的羊建立在你听听主的声音上？这反了，这反了。因为你不是主的羊，你必然不会听主的声音的。你能听主的声音，因为就建立在你是主的羊的基础上。耶稣就这么说话，因为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主认不认识你？认识。你为什么会跟着主？因为你是主的羊，我也认识你。所以你跟着主，对不对？我要赐给他们永生，这永生不是我顺从魔鬼了，所以主就给我叫我下地狱。我顺从神了，神就赐给我永生了，不是这么回事，而是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主的羊，所以你听主的声音，神才把永生赐给你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主的羊，是谁也不知道，就只有神知道。但通过什么表明出来？通过你听主的声音，你跟主走了，你不认那个圣人，你就跟主走，主一说你就能听懂，鬼一说你就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对，原因是你是主的羊，所以主说话你能听懂，鬼说话你听不懂，你就专接受主的话，不接受鬼的话，是不是啊？听没听明白？这就叫真理，什么叫真理呢？这是多不了的。你是主的羊，这件事是不显的。那通过听主声音了，跟主走了，这是显的，对不对？跟主走了，看得见的，对不对？信耶稣是能知道的，能被别人知道的。但你是主的羊，是别人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信耶稣是显明这件事儿，那原因是因为你是主的羊，所以你才在显明中间信耶稣的。这显明中间就是在这个今生时代这个显明的世界中间，你就能接受耶稣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上帝今天就要在这个地方就要显明一下，他谁是主的羊？听明白了吗？
君主是那么回事，对不对？你先看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了。他们永不灭亡，还能不能灭亡了？不能，不能了。是主的羊永不灭亡了。这是主说的，已经出死的命的复生了，从死亡中间你出来。出来的名叫什么？没出来的名叫什么？非基督徒。慕道友非基督徒。基督徒就是已经出死又生的基督徒。基督的门徒正式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就是重生的基督徒，是不是啊？他前面加个基督徒，后面就顺从魔鬼，就是魔鬼的儿女啊，就是魔鬼的顺从神，就属神。错不错？错，因为他前面加的是基督徒。你是不是基督徒？是。是。你是不是基督徒？是。你是不是基督徒？是。全是基督徒。那么基督徒就是说已经出死入生了，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，耶稣已经是我的老师了，我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我已经早早就被预定这个基督徒。那么他又加上顺服魔鬼，这不就否定你是基督徒了吗？这不就说明你不是基督徒了吗？你还能顺服魔鬼呢？这不就是把咱们的信仰全部推翻了吗？这就不就是把圣经的话都推翻了吗？你说严不严重啊？严重。这是个严重的错误，因为他的严重的错误就是整个的他的信仰的严重的错误，错误必须把它挑出来，不挑出来就完了，不挑出来有的还是跟王弟兄讲的一模一样，就一样。他们没有根基的道，你得跟我们今天信耶稣这个信仰的根基，因信称义的根基必须建立在预定，必须建立在上帝的预定的基础，不然的话变成人们，不然的话我想属神，我就说服基督；我想不属神，我就说服魔鬼，就变成人们，对不对？没有建立在预定的基础上的救恩都是假救恩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没有建立在预定的基础上的救恩都是假救恩，听懂了吗？因为神预定拣选的才能信，神没有预定拣选的他不能信。他为什么不能信？因为神没预定他，神不要他。他神为什么不要他？因为神早就知道他不属我。听懂了这句话吗？因为神没预定他，他就不能信。是的，神预定谁是信？神预定为什么神预定？因为谁是神的儿女，神就预定谁都是。谁不是神的儿女，神就不预定他得救。神没预定得救，你就信不来。你听见这个道，你也信不来。神预定这是我的儿子，先预知，再预定，先知道了你是我的儿女。今天我就预定拣选出来，真的是，对不对？这信谁给的？神给的。信是出于神的心，和出于人的心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出于人的心多不多？现在建立在人的那个人本主义上，我顺服神，所以神就要我；我不顺服神，神就不要我。你为什么能顺服神？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神必定建立，所以你才顺服他，所以神就要我，对不对？他要你是建立在他看看从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刚刚跟耶稣同在，你要跟耶稣同在，好，这就是我的道，就必定建立，对不对？他预定拣选不是中途预定，而是在创立世界以前。你可别用你自己的方法。这信耶稣不是像有许多人的稀里糊涂讲道，也不是稀里糊涂这么讲，这么讲就完蛋了。这么讲这不叫救恩，他下面讲什么都是错的，他讲什么都得往这里讲，往肉体里讲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十章，28节，我要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
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那这句话是主预定的，他就听永生，对不对？预定得永生的，他就不能回向我，他就不能听我，他一定听主的话。我能听主的话，是因为我预定是属灵的。那么那些人能听鬼的话，说明他必定是属鬼，是不是？不是一个人转过来听鬼话就是属鬼的，再转过来听神的话就是属神的，不是这样，记没记住？记得了。不是我们这一个人转过来转去，转过来转去，不是这样，不是在一个人里，在一个肉体里转过来转去，我是属谁的？是不是？因为他没翻开来解释，他说。罗马书说顺从谁就做谁的，他就误认为啊、哦，我顺服魔鬼这不属魔鬼的吗？我在顺神这不属神的吗？误解这个经文，就像有人误解凡从神成的必不犯罪一模一样，凡传假道的人都会误解神的话。凡从神成的哪个里面呢？我们再把圣经打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开始看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永生是赚的，是赐的，赐的，是吧？赐的谁主动？神主。什么叫赐的？来给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是不是？赏赐的，这个赐就是。赏给的赐给的时候赐给他们永生。我今天得永生，我是属神的，不是我要祝福谁。不能把罗马书第八章第六章那个段经文祝福谁就做谁的，都拿不了这一步。那个祝福谁是指人肉和灵这两个，肉体祝福罪的律以至于死，心灵祝福谁的律，神的律以至于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肉体祝福谁的律，罪的灵，肉体顺服罪的灵，那么就怎样呢？因罪而死，因罪而死。心灵顺服谁的灵？神的灵。你不能把那段经文拿到这儿，我顺服魔鬼就是魔鬼的，属魔鬼的；我顺服神，我就属神，不能这么应用。那经文为什么不是强解？这解经书不是人的思维产生，因为圣经默示是神的真理，是神自己默示的真理。那么他就要用属灵的话去解释属灵。不是用我的思维逻辑能解释。那么这段经文是，经文是神赏赐的，永生是神赏赐的。我今天属神，也是神预定拣选的。不能乱解经文，不能乱配经文，很容易就配出矛盾来。所以他们不是讲道，他们是讲自己的思维逻辑。这段经文说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永生是赐的，是赏的，是给的，白给的。但我今天我自己的努力一点关系，不是我要说服谁，是神要你说服谁，是神预定的你是谁的，你就说服谁，对不对？神预定你是属神的，那你就说服谁。神预定那些人是属鬼的，那他就说服谁，对不对？可别把这个经文给来回这个串，最后串，把那个不是对我们这个预定得永生的人说的往这上放，他说顺服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顺服义的就是做义的奴仆。不提启示录，不提启示录再来，不提预定，不提神的主权，从来不提。那怎么生在世上不知道？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是不是、啊、将来你为什么会信耶稣不知道，反正你就信了就得救，你不信就不得救，你信了就得救，你不信就下地狱。反正人努力，天不是努力进入到努力，人努力就把人变来变去变成立功之法，人努力了。你想想，上帝不预定你得救，你能信吗？能不能信？不能。上帝今天不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在基督耶稣得儿子，你能成为儿子吗？不能。是他预定好了的，
好不好？那个，这个道士是错的，错的，这是假道，一定是，一定是假道，好不好？这是假道，什么叫假道？这就是假道，圣经是找不着的，是这样子，没有圣经这话语的，这就叫假道，人为的，人的思想。就正如他说，就放弃你的想法，就是人的想法，人的理性，人的思维，产生出来的东西，这都叫假的。上帝的漠视，是不是？上帝的亲自漠视，上帝的感动，先知写出来的那叫什么？真道。人里边出来的，就是假的。那还有一句话，他圣经都是神的话，你说了好几遍的话。圣经都是神的话，圣经都是神的话，下一堂课我再讲圣经都是神的话，圣经不是都是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对，圣经也不是都对我们说话，对，对律法以下人说话，你说这也是对我说话，对鬼说话，你也是，这也是对我说话，那你遵守吗？啊，他说在律法以下的就必受咒诅，那对你说的话吗？是的。你要遵守了你律法的，你是不是就受咒诅？是的。那你现在已经不在律法下，不是对你说的话，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，塞不个人头，是不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？是的。那么对魔鬼说话，撒旦推举你不能推，你要推了证明这话给你说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推举证明，你自己承认你自己是撒旦。听不听明白？任何人说圣经都是神话，这就错了。但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对的。圣经没有一句经文说圣经都是神的话，圣经都是神所漠视，是不是？暗示。听不听明白？这才对呢。那没有圣经话，他们开口就说出来了，我就纳闷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开口就说错的，开口就能说出来。还不经过思维，你看他们说话从来也不经过思维，就随口脱口而出的，问，怎么着？还不明白？全在嘴巴里。行啊，是不是啊？他就那么讲话，就是脱口而出，他这个讲道就是脱口而出的，全是那样。一个一个学的，那老师那样，那像学生不能好的，对，怎么那样？你几个要就够了，他就以错为主，我神就把他教给我们，给他一个神大错误的心，这就是说错话，他心错了，你说他的话能对吗？